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我们为您回顾一下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0轮的一盘主将战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重庆银行队的主将古力九段和大连上方队的主将柯洁四段。啊，这两位选手呢都是鼎鼎大名。古力呢，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，我想。柯洁呢，今年这个势头啊，非常的猛，是吧，刘老师？是的，这个柯洁啊，这个在今年这个围甲联赛，他是连胜，是连胜最多，而且经常主将，是一匹黑马，有点像当年古力那个劲儿，那个棋风也有点相似，有点相似啊。柯洁这个出尽了风头，在今年这个甲级联赛当中。那么我们选的这盘棋呢，是第10轮的时候他们相遇了，前9轮柯洁9连胜，那么这盘棋他能不能10连胜呢？就看跟古力下的怎么样了是的，啊。好，我们先来欣赏棋局吧。好的，这盘古棋力是黑由棋，对，古力执黑先行。是的。对，下了一个高中国流。高中国流，这是古力的啊，高是中的。国流，这个白棋二连星，这是典型的力战的布局。没布局经错，常这样啊，是的。高中流，这是当年经常，这是以前，多数这种布局就是当时我记得擂台赛这种采用这种布局很多，在那个年代啊，好像这个低中国流呢，感觉有一阵儿特别流行，现在又高的了，变成。对，我记得加藤当时高中国流很有研究，他哦，喜欢很这厉害个，是吧？他跳了一个，以前猜就，回来，对。普普通通，挂但一是个。这个挂这个，当时我认为居多，对啊，这个就比较普通居嘛，多，这个比那个概率要高，挂这个的多，那个就是互称，这个位置顺手一点感觉，这个估计挂这个棋，这挂个一个白棋白小棋飞小飞，在对，这儿，小飞，然后黑棋把这个占了，大大飞飞，把那个角占了。但是这个就留给白棋走了，白棋把这个要走了，这是明显的一个答案。是的，白棋走这个，这个互相张控。那么白棋破这个黑棋呢，这个二连星也是最佳的。现在看起来呢，就是黑棋是想形成大模样大对模样战对攻了，对战，对战。这黑棋的棋子的位置呢，这几特个别位置高，全部是在高位高的，位，这个作战有利。只要一发生战斗，这高位啊都比低位来的，有利。对，这因为是，它毕竟是往中腹一些对，嘛，只要是战斗，是的，所以四路棋都很有利。现在黑棋在跳，这不这都跳是。好像先眼看着好点，现在就是大飞跳，这个是一个好的结构。很多人都这么喜欢采，这样，对，采用这个下法，对，白棋垫底，这是垫常底用，在这儿，这常用的。然白后棋震一这么，个，这个应该说多次出现过，出是现这过样，这样的局面，这样局面，这好个然像，后，我听谁说这棋是不是考虑可以靠住他那这要求更高，呢？这个阵也可 以，也可是吧？也可，阵也可以，所以我们本来看黑棋的棋子位置都比较高，对，白棋的棋子其实这2颗位置挺低低一的，点，但是虽然说它棋子低，谁说它就不能张大模样了张大模呢？样，就是他，但是这个低和高最好是配合，是最好比如说这儿，的。有各低个有高高，的这样，有低有高的是这最合好的。适一点，这个但是作战起来是高位强啊。现在呢，白棋，这个现在的黑棋选择啊，应该说它有几种啊，一个是飞这个，飞这个，那么白棋会不会继续飞，继续飞？这个也有。这个也有，对，这个不飞，如果被人家飞过来就太对，大了。你比如说，再飞，这样的话，那黑棋就这个位置你矮的话，它就这个有好点了，是。你就高的话，它就反而好一些，这个呢，它就抢一个这个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黑棋会感觉会下得舒服会一点，顺一点？舒一点，这个是有这种下法，对，因为这个间隔比较远嘛，尖冲其实还是很温柔的，对，这个并不是很那个。你的缺陷就出来，这个呢就作战强了，对，一攻对方这个好有联络，是的，这个呢你又有缺陷，有跨有尖冲，
对，哎，我觉得黑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飞起来，这样既然成大模样，嗯，是吧，就这么来，哎，不，大家就互为，嗯，实战黑棋的下法，实战呢，他这个时候互为的时候，他去抢守地了，守地了，小尖，我认为这个飞那个好像多一点，我也觉得是，好像小尖有点失于大势，就是说你既然给他五位大控了嘛，嗯，就干脆抢，就小地方也不要考虑那么多了。给他抢大势，抢的这抢天王山，这样呢，白棋跳这个也是个好点。嗯，哎，下一步呢，你比如说这有尖冲，这有打入，那么黑棋就补了一个。那这个一看起来好像黑棋这个模样上，这本人家头都已经跳到这几路了，都八路了，是不是觉得这模样不是说这棋白棋就已经赢了啊？但是这模样上这气势已经先落下去了，稍微的那什么，先被比。对，我觉得像那个可以考虑飞啊。对，我觉得您那招挺好的。哦，这是我喜欢您的下巴。这是一种布局，但是鼓励他可能想换一换也是一种。嗯。那这个棋呢？你这两个都是低位啊。嗯。你这个马上黑棋有尖冲的好点。对。中间放一个，你的低位啊就不是好了。嗯。但这个时候白棋的选点很有意思，该选在什么地方？这很重要，确实。是，选在什么地方？如果说这，比如说刚才您是在这儿的话，对对对，他是不是接下来这一带他可能就这个多一点，就可能这个。啊，如果这样，这样形状可以满意了，感觉舒服一点。嗯。这样呢，他是不是有点不肯吗？好像有点。有点不肯。嗯，这个当然，因为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将来一旦有子，可能他这儿掉一个实线。啊，也可能，对。但是也就这样呢，就觉得这我就都有两个了，再走这个呢，嗯，要没有的话，没有这个可能还差不多。对。那他选这个棋啊很有意思，他选的这个柯洁啊。嗯，我觉得每个人选点可能都不一样。可能不一样，可能不一样，换一个风格可能就，选点就稳妥一点，回去一点。嗯。尤其在这个选点，嗯，同样是九段，那，嗯，相差很大。是的，嗯，而且这个棋最主要，对，跟你的风格，跟你的判断，嗯，主要是判断非常重要。因为你觉得这棋围到哪儿，你觉得够了，是控，然后你这棋守在哪儿，你觉得它进来不容易，你有防守的好办法或者攻击它的好办法，所以这个选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是，嗯，现在它这个选点呢，它这个在这个中央，哎，这是柯洁啊，嗯，你看它这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是属于，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挺规整的，又照顾中央，然后又要护住这下面。对，这是年轻比较气盛的一种，哎，这个也符合这个柯洁这年轻啊，现在朝气的这个棋，不拘泥长的在中间，像这个配置，按理说是我觉得是有缺陷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他照着这个大势，他把那个缺陷给弥补住。其实我现在看他这手棋呢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，因为小飞呢，本来刚才刘老师摆的这个尖冲，嗯，但是由于他现在有了这个子，你如果再尖冲呢，我往回一跳刚刚好，这棋形要把它吃掉。对，但我也不说，但这边肯定是先挡住了，你已经冲不出过来了。对对对，是。所以他这个选点还是有讲究的，比较狠，对，是这么搞六路了都。我倒是理解成他，你如果尖，他也可能爬一个，他也在这儿。啊，那您这个位置也不错，反正怎么都是好。你再走一个，我也可能吃，也可能这样。对。我倒担心他以后啊，比如说这种碰一碰，里面是不是就真活进去也很大？是这样。那比如这样。嗯。这样。这样，那我往里面一栽，是不是就能死吗？那我肯定吃掉了。对，这是这里面，我倒觉得你要一活的话，你这有可能落空。嗯，哎，这是最担心的。嗯，是这样。你要是让放一个让我进攻的话，我通过进攻，我这都有可能成功。对，是的。哎，这是我希望的。现在，刘老师，您如果说往那边进的话，嗯，假如说白棋实在是吃不掉，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围这边的空？对，你那边进，必然这面我就实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只能选择一头。是，这围棋不能什么你都行。你如果是这里进去也活了，这面也活，那就不成对比了。对，那是对手太差。对手太差，或者你们不成为其对手呢，这个就不能讨论了。没错，那差太多了。嗯，这个就是你要选的这个，只能这么想。我选的这个。我就这个就先打牌放弃，对，先放弃一边。嗯，那么柯洁走在这里，
这个难的选点是白棋走了一个，但接下来黑棋也很难。黑棋选点也很难。嗯、这个像其实这个棋啊，很多高手就尤其在这个时候选点是最能考验水平的，也是最难的地方。对，特别难，我觉得这特别难，因为都说高者在辅。嗯，哎。你边边角角官子啊，你只要基本功打实了，都能够选的差不多。对，尤其在中间呢，在这种选呢，而且你的运用啊，在中府的时候很难控制。嗯，哎，这个控制呢，就是所谓高者在府，你中间很难选，因为他那个四面漏风，你的后面你要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控制控局啊，很难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得知道这棋放在这儿之后，接下来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，大致上会有个什么样的东西，你脑子里得有图才行。你但这个太困难了，困难。还有你自己要到底想干什么，最后你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也是一个考验。对，是也是一个考验。你想下成什么模样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自己先构一个图，然后最后你还能够干，你的结果能不能达到，这个判断形式特别难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考验一下啊。现在这么走，你得走棋啊，选哪儿呢？是吧？哎，我虽然刚才说两碰在中间打你害怕，但是我说我也不敢下，因为在里面我要死进去呢，这也是一个胆量的问题。是的，是的。这是我鼓励选的哪儿？嗯，这儿。对，他这个地方，我想他选一个这个呢，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，那是就这样吗？嗯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我觉得他可能这里面这个空啊，他还不答应呢，他以后还打算有所作为。哎，有可能。作为，但是我觉得作为他有可能是什么？以后比如说这一类的，钻一钻，再顶一顶，哎，顶一顶。如果你挡，那么我搬下去，这个可以的。对。哎，你退我也搬下去，这个给你里面要使手段，哦，这么钻一钻可以。哎，他可能你走了，他可能就这一类的算了，就不打算像您刚才那样直接破进去，把他的基本控制。这样的概率有可能真的要被杀，因为这儿已经有，哎，对，那人家就奋勇的要杀了。如果不掉，我就直接进去了。有可能走这个，那么这个棋呢，他实战是没有走那个。走这个，走这个呢，如果是我第一感有可能往这儿走，先进去，因为你既然不守，我就可能进来。对，也很想走这个，走这个。这个就很难说是哪步是正确的，哪步是错的，这实在是说不清楚。这个就我让你来吃我。你这个棋怎么走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但是我先看到您这个第一想法，我就先想告诉你。哦，这个我倒不怕了。你要是碰我，我倒不怕。您有棋下了。我就觉得我就要这么下了。你反正怎么了，我就给你拽着走。先这个解。对对对。这样吗？这一类的，这一类我一个是有这个打是吧？有这个打穿。这好像打穿了也挺麻烦的，打穿完我就不怕你来吃我了。这个呢，我就豁着命，反正我在里面给你捣乱。这很容易活棋，对，这个间隔太宽，实在是。我觉得有可能，他也可能是啊。就先往前走。往前，这一单，哎，往前走。这样。那这个有可能，这个有可能，这个我觉得比较好。这个好，比那个直接比靠断强，对，靠断没什么把握，说实话是。这是一个下法，那实战呢？这个没有这么下啊，他是他跳了一个，他然后黑棋震了一个，直接震在这儿，然后他们走这个，这个棋真的是比较复杂化，比较难下，比较难下，这实在是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是怎么进行，比较难下，这搁谁谁都得想半天，还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个、我记得好像对付大模样的棋，然后孔杰非常厉害，这方面，啊、对，因为他的判断很强。武功是不是比较喜欢？对，武功他是喜欢做大模样，啊，做孔杰他是喜欢对付大模样，对付大模样啊，他的判断很好啊。然后他呢总是不直接冲进去，他先从小的地方让你先难受一下，然后到了你觉得无法抵挡的时候，他再进去，他让你下得很难受。大模样我看他下的也比较多，哦，是吧？也可以，他觉得全局啊观念不错，对，他的判断非常好。
那么现在这个棋啊，这个是靠一个，这个靠呢是常见的一个手段呢，就像那个规定动作是从这边靠呢也有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你要经常很常见来是吧？哎，这是一个经常大家用的一个思维，手段。翻段。直接这么来了。白棋很强，下的强。这个胡打是最强的手法，比打在这儿还要强。对。打这个很强。对。他是打这个，他打这个呢，你就是说你长的，他要贴过来，对，他压住你，他要把你通通全部吃在里面。这是柯洁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打这个已经可以了？不，打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就是黑棋来说，是不是找机会要做做准备工作之后是很想长出来？现在走了这个之后，黑棋再来搬，再搬一个，搬，你如果。假如说他长，长他可能是压一个，哎，有可能这样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还是想长出来，不管怎么样都想把这个长出来。长出来，但是长出来挺危险的，有点害怕，很想长出来，真的是有点害怕。我觉得被他压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活。是啊，是。这个棋，这个黑棋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啊？如果仅是打这个，我倒觉得都不会，不会那个。我的觉得这个棋应该是不是可以有的长出来总想来点那个什么？想长出来是吧？是吧？如果这个棋呢，如果下成这样的话，黑棋必须在白空里面搅和了。如果不搅和，只是一人围一半的话，这棋盘你想中心点被人家占了，你的空不够，何况黑棋还要贴木呢？对。啊，所以他必须想办法破白棋的空。这个棋，很困难的一个局面，我觉得。对。他这个棋，白棋。对。白棋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走？连搬。他下得很猛。对。他连搬搬过来，他就要求什么呢？比如说黑棋这样打吃是吧？接上。假如说他接呢，那他就冲过来，肯定是这样。对。假如说他接这个，那他必然把你断掉。他断掉的最大好处呢，就是说你接上之后，他不是说把你罩进去，他先把这个抓了，这个抓实在太大了。是这样吗，刘老师？这个棋对很有意思，他可能也许弃掉，也许弃掉，也那个什么，你要吃这个的，他就给你了。那如果说这样吃的话，那肯定就这给打完了，拔到你空里面去了。白棋希望这样，白棋希望这样。这个拔朵花实在是光芒万丈。白棋希望是这样。这太舒服，这空围住了。这拔掉这朵花之后，已经进不去了。黑棋不会这么下。对，是的，他不是这样。是。所以黑棋断打，断打，长。是长，长一个，然后黑棋压过，再继续这样，在这儿，下的很有力，很复杂，很复杂。这个棋黑棋就一路这么走过来，白棋黑棋也不知道这样走，他怕又怕拐，对，是的，拐了直接就从这儿活一块，直接这么压过来，要把这个白棋吃进来。当然你白棋再走，可能他虎一个，这个棋白棋有点危险。对，黑棋希望这样走。刚才拐一个，这差多了，这贴照一下。啊，对，这拐不动，你再拐他就扳住了。对，这样的话你在里面活就比较难了。是的。在这个时候黑棋下的比较凶，看似要把黑棋给抓进去，把白棋抓进去。对，我觉得这两步棋下挺有气势的，现在看起来白棋有点难了。这三个子怎么办？好，接下来实战呢，他在这儿拖了一个，这个是好棋，这个是好棋。因为直接走被你唬一个，那感觉是个困局。现在呢等于灵活的，干脆那个地方不走，这三个是可以弃掉的。是的，先拖一个，关你动向适应手。所以这步棋我看到柯洁的才能，我觉得确实下得挺好的。因为这里呢有断打，也有可能长。他先留着，然后先迂回一下到这儿来看，试试你的应手怎么下。然后接下来再决定这三个子是跑还是不跑。对，这个拖一个呢，因为黑棋一开始下的高中国流嘛，本身人家一拖你就不知道到底是搬那边还是这边。
对。啊，当然有可能是搬宽广的这一边，但是它实战现在就是搬这边。对，一般是搬这边。啊、你要搬这里，它有可能长。啊，它长过去。有可能长。太宽了嘛？对。然后你立下，它就长这个了。是的。啊。嗯，哎，所以是要搬这面，搬这面你要长它粘上，那是黑棋希望的。如果这样，哎，那合适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要搬这面。但是问题是搬的时候人家给你扭断。对，这是白棋的预想图。嗯，搬了断扭十字，是白棋希望把这个局面搅乱。对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哎，扭十字，在这个地方看你怎么硬，借你的力量，然后再处理中央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这个是好手段。嗯。这个是柯洁下的挺好，这样。这十字扭断之后呢，接下来有各种各样的借用。对。为什么说这个腾挪的时候老要扭断人家？是因为有打吃啊、碰啊、长啊。哎，商你选择，商让你对方来选。是的。你选了之后，我就通过你的这种借你的力量，我就有办法了。对。黑棋实战是长了这个。这个叫一般叫扭十字长一边。嗯。这个是格言。对，扭十字长一边，是这样。不，黑棋不是，黑棋是搬的吧？哦，黑棋先搬的是吧？对，啊、哦，如果我扭十字长这个的话，该这个啊、哦，走这个的话，我想他是否他就要长出来吗？是不是有这个棋？打吃？哎，打吃长，打吃长啊，长这个。哦，这么厉害。会不会这样？我看啊，你这样是不是要？这挺麻烦的哈、这个，看起来，嗯，这个，这拐了，现在已经搬不住了，搬住。由于有了这两个字，刚好冲出来了。嗯。所以这黑棋最强的硬法，大概只能硬在这边。比如说，这个，这还是这个。这个棋。这个已经被夹掉了，那我只能贴住。贴这个啊，贴这个，它这个不是有这个打过来，翻是吧？有这个打出来。那好像白棋怎么都能生出点事儿来了，现在，哎，生出事端来了。这个有个打是吧？嗯，嗯，打吃这已经无法抵挡了吗？对，这个能打出来，对，能打出来是吧？这黑棋不好办了，现在。那边有个卷包，嗯，是吧？不好办。这个地方他就是要给你来生出点事儿，是的，是吧？是的，对。实战是这样，他搬了一个。搬这个，嗯，搬这个，这个地方是比较强，比较强的。他让你来动这个扭十字，要白棋也要长一边，选择只能长一边。嗯，然后白棋呢，他选的是长这个，很有意思，这下的。这个棋，这个是不是先还？他就长的。这边也。没有，他先长的。先长。然后。黑棋长了一个，长这个，嗯，长在这儿，啊，这棋呢是这样，就接下来呢，白棋能把这个子吃掉，嗯，但那里呢，这三个子头被扳住了，那白棋呢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子吃掉，还是那边先处理一下，还是怎么样想点办法？我们呢给大家留个悬念，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嗯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继续来欣赏2014年围甲第十轮主将古力和柯洁的对局。那么刚才呢，给大家讲解到就是这儿，白棋刚刚长了一个，黑棋一长，对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个能争掉。是的，嗯，那他也没先争，他呢先打一下，走了两个次序，他啊、嗯，接上，对，再打，打一个，这都是先手，嗯，长，那么打吃，把这个争了。这你觉得这结果怎么样，刘老师？这个结果，应该说，我觉得是个两分。哦，您觉得两分？两分的棋。嗯。白棋不管怎么说，它总是闹出点事儿。对。但是那三个弃掉，也好像也没办法。嗯。没有办法，因为再往前走啊，有可能。重，嗯，被他这个高位啊，他给你一直攻下去，有可能，不太安全，嗯，现在就该黑棋走，黑棋能把三个给吃掉，他提了一个，但是
总觉得这题个下得很不舒服。这题可以考虑是不是拐吃？对呀、啊，我就在想着他就这样留下这么大一个打吃给人家呀。嗯、对，这可以拐在这里，这不是很心疼吗？拐在这里，该是效率高一点。对，很想这样。因为走在这儿被他一爆吃，不是就回来吗？干脆这样呢，就都收住了，你尝我能煎。这样呢，他就是唯一多出来，他这跳的时候这儿有个跑。对，暂时先不怕。不着急，反正跳的时候再说吧。有可能有机会，黑棋还不让你跳呢，所以先把它吃住。要是我，我也真有可能是吃住。那我觉得这空无论如何先撑住。鼓励可能感觉挺好，他觉得这样提了三个就觉得挺干净，挺好。厚实。哎，这是鼓励的，这想法啊。有点不满意，我觉得。不满意。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别的？嗯。可以考虑这个拐打，拐打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嗯，白棋飞一个，飞一个，这是坐眼，求眼位，这样呢，就是说这一块他闹出点东西，直接就算这个活了啊，活了。那么现在这黑棋把这个提了，嗯，也算是一个算这一算告一段落，对，告一段落，应该说也还是局面还早，对，尚早。是的，胜负还早得很，尚早，决定胜负还没有决定，还在后面，应该说，对，那黑棋现在势必要打入这块空，太大了。但是这个打入这个空啊，我有疑。哦，那您觉得应该怎么下？嗯，我觉得他后面这两招，我觉得有点问题。嗯，这个时候是关键，全局进入中盘呢是个关键。嗯，正是决定胜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。就后面随意的走两招，就一下子局面就可能就定格了。嗯，后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关键呢，你怎么样破这个？这个是个明显的一个大棋。是，这个总想尝出来，是吧？那个尝出来之前呢，我想做点准备。嗯。比如说啊，先让靠你总是要先拖一个，拖一个。那我总肯定要外面。那我断一个，给你生先搅和一下。不，先看看你怎么应我。就像那个有十字打吃吗？这是90%都是这么打啊，通常是这样，通常是不会走这个，然后你再尝一个得了，我干脆就拼命尝了，尝出来了，哎，尝呢，我估计你总是要压一个啊，基本上是压的可能性，那我就跟着尝吧，看看先看看这个这儿吗？还是压住？感觉是压住，感觉像这儿吗？还是这？应该是压住，好吧？这个走这个的话，我煎一个你也很难过，好。压是的，也我尝一个。我怎么被您尝了那么多小时？对，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舒服吧？这还有冲断呢。是的。我直接尝就让你有点不舒服。是。你下面怎么办？是补呢还是压呢？是吧？我贴住。贴住我就跳一跳，这个马上冲断就见。已经有点顶不住了。有点问题。嗯。嗯，所以这个还有点利用。对，这个有利用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值得一拼，黑棋值得一拼。嗯，是吧？你大概这样，还是怎么走什么？这个棋还有没有更好？你是不是要飞我？对，我老想飞。飞这个啊，飞这个我碰一碰，这个棋就有点东西。这被您左碰一下右碰一下，我就不太会了。我扳住吗？扳住，扳住我就推一推吧。嗯，然后再立下来，立立，对，这个我就这样就跳一跳，跳一跳，哎，这个马上也要这个呢，好像感觉很容易活棋这里面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棋我怎么觉得不容易吃？是，你是怎么？你要打我就煎一个。那我能不能进取一点？比如说这样。哎，对，这样啊，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点大。如果是这样啊，如果这样，嗯，这个首先我这个是不是就这个我就顶住。这个顶了，对，我硬。好好好好好好，那么，这个棋就有点那个什么呢？有点活形。是，有点活形。我觉得吃好像不太容易。有点，我就想让您活了就算了，您就别活得太狠了就行。太狠就行、啊。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地方也有东西，是吧？是的。这首先这个段就有东西，哦，是吧？靠是为了这个是吧？这个段就有点东西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所以刚才做点准备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这个就马上就有棋了，嗯，哎，你如果扳我就断，哎，这个断这个，
这个棋值得一战，对，值得一战。如果你出来之后，你自身都有些那个不安定，不安定，是吧？是，这个值得一战。这样我认为是可以考虑。当时我是想象中压过来，压过这样的话，我碰一个就出棋了。这个活的恨不得要活出实木来了。不过这个你自身有一点有问题，这个你要补，我这一尖这一打这一爬这一打吃都是问题，直接马上就活出太大了。嗯，如果这个棋你想那太大了。对，这个不行的。是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值得还是想尝出来是吧？想无论如何都想尝。我是希望他碰一个再尝出来是，要是我是这样。嗯。就值得一拼，我鼓励啊，我替鼓励想。哎，他没有走这个，而实战是走成什么样的？实战是这么打入，这样打入。对，这个打入呢，你看他这个子啊，这子你看一二三，这包围在里面，你在里面强行打入，拼自己的力量，是力量很强，做一个劫。做个劫呢，他就不理你，把这个给抓了，这个太大了，我觉得把那个地方啊。一下你的断念了，嗯，这个是关键。你这个抓了，你这空你都甭惦记了。这个都变成空了，全都是实地。然后呢，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去打劫。你走了一手还是打劫，走了一手还是打劫，你在折腾。所以我是那个人一局，只要能够成功，嗯，那个地方是主要的。对，很大。这个地方哪怕给他都没事儿，碰一个给他都没事儿。那个长出来一路，我觉得是黑棋的机会。对，这个在这儿做劫被他一走了，你下面你只能去折腾这个了。是，那个被他机敏的就提掉。嗯，而且这块空啊，其实如果说刚才我们看的时候，黑棋不打入，嗯，让白棋补，白棋还挺为难的。白棋假如说要补的话，你补在这儿，这普通来说是比较有分寸，但是人家这儿比如说先吊你两下，这是不是引征？不，他这个可以尝一个是吧？嗯，你再提一个，他在这儿尖一个走一个，这儿也还有东西。这里面招多着呢，还。这儿还有东西。嗯、是的。哎、这里这个不怕，那个是一举，那个是关键，嗯，所以鼓励他在这个地方打，我实在是觉得有点那个什么。他打入的地方，您觉得不太对？我不太对，我觉得不对。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就有棋，你在这个地方打入呢，你把这个都给卖了，嗯，这个地方都卖了，棋都卖了。这个从本来是个大家有棋的地方，都舍不得走的，所以这个棋是关键。这个地方我认为前面哪怕有争议哈，嗯，因为围控的时候，都各自九段都是有他的。想法对，围大空，围多一点少一点都没事儿，但是这个是个关键。对，前面，哪怕亏一点都没事儿。就这个题，刚才拐一个，拐一个，那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这个那个尝出来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要，哪怕死了也要尝出来。那个总是想尝出来，那个不会轻易死掉，那个不容易轻易，因为它。古大力应该有力量，这么宽敞的地方，而且这个跳下去本身就是有鲜味的。对对对，而且你可以先做个准备。对，这个脱了断挺好的。而且直接尝，我看也不见得就一定死。对。更何况你就直接只尝跳一跳。对。很渴望你还先做个准备。不，我觉得您这准备挺好的，因为准备完了，它不但借用多了，而且呢，白棋这地方补起来它有点难受。对，那回头借用多了，必然你不可能、在这一代、你如果活那比你打入要强得多，这个棋呢就你这个多数是这样，你稍微动一下，我这就这当然这个不用尝了啊，直接就尝出来，这是最好。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鼓励应该这么下，这个没有这么下而走实战那个是个遗憾，嗯啊遗憾，他是在这面打入。他打入的时候呢，白棋小飞逼住啊，小飞逼住。嗯，这个棋呢，他是在这个地方拖一个，走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做劫。嗯，这个是劫才有力的时候，当然是一个对很强啊。但是他这个连提都不提，直接就把那个抓了。我就在想，如果说白棋现在提劫，这不很普通吗？有劫先提，他是不是就会长？就会长了，有可能。现在就会长了。对。
这很有可能性。是的。因为你这节提了之后，你也就是再加一手的话，大概吃在这儿，吃在这儿，这很干净。还没吃干净，没有吃的好像不太干净。没有，不，他提了 你提了你还没有，你不干净，没有干净，是这个棋你怎么吃啊？你不能卖这个，你走这个，然后这里面棋很多，怎么也给你搅和两下。哎，对，还是有很多棋。所以古力他可能是想尝，但是他想先做个结，然后等你提的时候我再尝。对，有可能。有这可能性吗？你觉得？有可能。嗯，我想有可能，但是柯洁显然识破了古力的意图，直接就抓一个，这个抓掉了、这个，这个太重要了，现在这个太重要了，心情就在这儿，你把这个一抓花，这变成空，这个形状你看这个幅度也好，对，正好这变成空，这个古力有问题，对，我就在想，古力看到他抓掉的时候没有提劫，是不是已经在后悔了？刚才为什么先没抢出来？这个是个关键啊。然后黑棋打了一个，这个手提了，这个提劫，对，这个有劫先提，毫无疑问，他得找个劫，找个劫，黑棋靠了一个，找这个劫，对，这个白棋要硬，然后再提，对，那还是个劫，接住，对，打接住，对，在这儿，你最多是粘上或者是打这个，如果粘上他可能还怕这个搬一个，搬一个这里有靠，三三有个靠，对，这很容易出棋，对对对，这个容易出棋，这靠也是个形状，你如果立呢，我这再这靠一个怎么样定型，就行了，你看你比如说这样，那我这样，对，这个白棋这个走得很强啊，对啊，那你走半天没啥意思了，是吧？就好像外面已经都全走好了，没啥意思，只你还得往前走，那没意思。所以这个棋黑棋要把这个长出来了，他长这个觉得、他单长一个，单长一个，单长一个。白棋下的把这个提掉，他如果不提的话，黑棋是打算就是不是有引征啊？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吗？现在暂时跑不动，还暂时跑不出来，暂时跑不动啊！但是白棋这边好像也不好走，白棋比如说他断一个的话，那他这个劫材多了去了，他随时给你打上来，他可以打个长的这个劫材。他有可能他害怕什么呢？害怕你直接来吃我，直接来吃他。比如说点一个，也许点一个，他怕他吃他，怕他全部死掉，全歼他，害怕。点一个我就说我要把你吃掉啊，在这儿，他就没有，当然断也是一个拼命的下法啊，但这个柯洁没有这么走，直接就把他提了，他觉得提掉，这还比较稳妥，对，他提掉之后还有个跳呢，能跳，是的是的，提本身有价值，有价值挺大的，而且把自己补厚，对对对，这边呢反正我那个已经提掉了，你就算能唬一个，你把自己拽出来，对，他可能就飞一飞，他只要能够自己活就行了，是的，飞一飞，你这儿逃回家也没意思，你还得给我再打劫，你等于走两手还是个劫，这个棋他虎力也不愿意在中央走了，直接搬打吃啊，长，是不是先打吃吗？就长走打吃，然后先打了这个做劫，然后他提的时候他长啊，对，提掉直接打吃。提掉这个是不是又叫吃了一下吧？打了一下。对，这样的时候叫吃了一下，次序给大家摆好。对，打吃接上，对，然后再提。对，这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白棋算了，他就打在这儿。我看他如果他挡住，我想他会走这个。对。你如果这个他、提掉，这个他就立长，这本身这个是没棋，没棋是白棋杀黑棋，是吧？这个能够杀到白棋，这个黑棋没有关系，所以呢，他是走的提劫，对，是吧？白棋就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反正这个劫呢，白棋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我就让你打赢，没关系。但是这边黑棋已经损失很惨重了，子弹就这么下，黑棋先。黑棋，这个提了一个啊，白棋他是先断的，先断的，然后提掉，打吃，是这样的次序，这样对，实际上是这样，然后黑棋打吃，白打，对，他提劫，提掉，搬再搬，对，白棋虎下去，
这个虎柯洁这个也够硬的啊。嗯，我总觉得这个本手是在这儿，本手是这个本手。嗯，哎，本手你如果立嘛，我就点。反正这脚也是死的。如果这个呢，我这个。嗯。就这个是吧？嗯。你大概有这个棋，可能我还不见得那个什么。他是不是有个一路到虎之类的？不是，这个棋你有可能过。打完了接上吗？我觉得是这个的时候啊，粘上先慢点，是不是叫吃一个？急打，哎，急打，哎，你可能是尝一个，对，他然后再粘，对，嗯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安全？啊、哦，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下法？嗯，然后他是没有走这个，没有顶，我感觉顶一个是本金啊，嗯，直接就虎下来，强硬得很。黑棋先尝，尝我就跳。打吃，他可能把那边也看成死的了。他觉得这样，你这脚一会儿我加一手，你还是死的。哦，就这么下。我看他下的招法，我是够狠的，觉得他是这样的想法。啊、哦，嗯，对，打吃，这个还卖掉，把这个做活，对，是吧？这个要活棋。那白棋如果说这样要杀的话，现在顶一个好像对不太一样了。顶，我觉得是不是还是顶一个？顶一个你是。嗯，这个是被点死了，对吧？虎，我吃一个，粘上，我就点这个，是不是点这个？啊，点这一样，不管点哪个都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棋打劫啊！啊、嗯，打劫等于是打劫。那好歹先弄出个劫来再说。哎、等于是、啊嗯、是的。哎，比如这样打劫，七劫。但是我这个你做的时候，我可能就给你哎就这样，是的，保留。嗯。但是这个是个打劫活，那跟后来相比的话是会好一些。哎，打劫活是吧？嗯，对，打劫活和后来我们看看后来结果啊。对，他实战的结。那白棋这个应该是个本型，应该是白棋顶着是正常的，是吧？啊、打劫活先保留着，然后再去跳走那面把这个吃掉、啊，可以考虑。都是大场的。哎，对，抢大场。他实战点了这个。直接点死。嗯，他肯定是想把它尽吃吃掉、嗯，他觉得就把你这个脚这样就是我的了，这个空。是啊、但是黑棋他不答应。黑棋这个里面他要出棋，嗯，哎，如果只是这样，这个就死了，这个里面就很干净，很干净死掉。嗯，那么鼓励不肯，嗯，靠一个，翻，对，断，对。打吃，鼓励无论如何要在里面搅和一下，不然的话这空可能是不太够。对，这是太大了，连边带脚这一片。这个棋啊，嗯，假如搬，白棋搬下来，大概是这样，是吧？啊、这个断就有棋了，应该是这样。是的，它有个断在里头，嗯、这白棋必须得加一个在这儿断一个之类的。如果你补这个，嗯，那么这个棋里面应该是粘上，是不是应该是有棋吧？对，应该有棋。我也觉得有棋。有棋。回头这一尖你就扑进去，这个劫也挡不住。应该有棋。嗯。哎，有棋。嗯。这个这里面就脚上有棋了。他实战啊，我们看看实战。这个地方顶。断打，然后再爬。爬一个。看着不是脚都死了吗？吃这个。啊、哦，吃这个。对，吃这个、嗯。然后他就翻打一个。对，你这个要提在这里。提掉。但是我就是坐眼。嗯。坐眼，这个那么铁后要离他远一点。是的。坐眼最好最佳。哎，白，你要是点这个，我就爬一个，就要求活。爬两下。哎，不。一路爬，七死八活、嗯。是的。走这个呢，就压一个。如果你搬，我就顶住，这样也活了。嗯。是吧？你粘上，我就坐眼。那么你只有退一个，我再压。对。这个他这里这个交换啊，就起作用了。这个时候我顺手能打到这儿。刚才一开始这靠了两下，大家可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对。现在明白了，人一虎，这是有帮助的。现在，嗯。对。然后点进来，点进来，这个柯洁这个狠，这个、嗯、点进来，点进来，
只有粘上，最后好像没有别的招法，只有粘上。这个棋好像你不虎在这儿，这个棋好像也还不太好糊了，可能。如果这个呢？我点了。对，这个还有点麻烦。嗯，那么我只能这样了，只能这样，是吧？嗯，这样要活吗？那就点一个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个换一个。不，你断一个也可啊，断一个我做也。对，断一个你活做活了，那就这儿吗？哦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是不是这儿好一点？这里好，这里好。啊、哦，这里好一点是吧？哎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刚才摆的位置不对。对，这个好、嗯，这个我不见得那个什么。嗯。因为我做这个眼呢，你就算恰进来，我好像也拿你无方。似乎要死。嗯、拿你没有办法吧？嗯，好像是死了这样。哎，抓不住这三个子是吧？哎，那么这个是要点，看来是没有办法，这个的被你走这个，别的也没有办法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这个也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被你扳一下、嗯，然后点我就死了，这儿先手也死了，嗯，所以只有这个，虎一个，只有这个，这个计算还是很精准的，嗯，只有这个，好，只有这个，嗯，没有办法，然后白棋冲，对，你冲一个，挡住，对，那。这邱老师，我再说一个，我如果这样呢？我就刚才想问您这个问题。问我这个，我跟你说说啊，我有这个。好像是上面是能搭出一个眼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嗯，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情况，是吧？嗯、不，他这个顶先手的话。对，顶。他可以挡住。对，就现在顶一个就可以。啊，现在顶一个，如果白棋这破个眼的话，他这儿能做出一个只眼来，弯在这儿就行了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黑棋这块棋啊就活了，所以白棋这个点杀显然是不成立的。黑棋计算还是挺精准的。这个就正好，你看下面一个眼跟上面这个两个是。剑合。剑合、哦。对，黑棋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对，你看黑棋这个挡跟这个做眼是。二取一，所以呢，正好活棋是有这个呢，所以白棋不能硬杀，不能点着硬杀，对，要就实战这个。所以说，再冲一个，干脆吃掉。对，黑棋拐。对，是。断。对，这个先搬掉的。啊、哦，他搬了一下、嗯。搬了一个，对。然后把这个团打掉。这个是哎，靠这个团呢来活。啊，做活了。中一脸可以，但是这个呢，留在嘴里。嗯，是吧？这儿有个冲断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黑棋也出棋了，在这儿。对，总算活了，也算成功了。哦、是的，是的。这个算成功了、哦，但是这个局面呢，应该说活是成功了，局面但是形势也不见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转了一圈，被这个也吃了一些。对。脚上吃了、嗯，你辛苦的活了，白棋也提着了。嗯。白棋能落得先手。嗯。落得先手呢？他能把那个给重要的给这个搬了一下，翻一个重要的是把这个抢，这个太大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嗯，把这个抢完之后啊，嗯，局面应该说实控黑棋并不乐观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脚上啊还有问题，还有问题，对，这里面好像打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，还有问题，总体来说这很容易出棋，各种常规手段啊、比如说这拖走这个、嗯、就说这里面还有套了连扳的等等招法，这里面还不是你的，是的，所以呢白棋的实控还是可观，嗯，所以接下来黑棋得奋勇一拼了，黑棋这个呢比较猛，按常规说这样进攻呢是要冒险的，嗯，因为这个吃控吃对方啊，有可能损控。嗯，嗯，这是黑棋，但是呢，他觉得形势并不乐观。跳在这儿，他弯一个。通常是爬一个。是的。但是他后一个呢，他是要威胁这个棋、嗯，威胁这面。白棋立在这儿。嗯。然后黑棋跳一个，他现在看这块棋呢吃不掉，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立啊，里面基本上是活了。对，这个是。要掐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所以他就看看这块有没有希望、嗯、这个地方攻，这个应该说是鼓励长相的地方啊，嗯，柯洁也是长相，
对，小尖，小尖，然后再虎一个。对，白棋这里呢有先手，他做眼，这个是做这个眼有扑，有点，但是说你吃它也很有点先尖点，有困难，然后他把这个给挤了。这个呢，白棋一立呢，正好这个地方是个活棋，立是好棋，好棋本身是活棋。你比如说你点我走这个，你不管你立还是走什么，你立我走这个是双活。是的。你走这个呢，我这个搬这个也是不也是活棋。对。所以呢，实战黑棋还是考虑吃这边吧，吃那边看来是没希望。对。他小尖一个。尖一个。挤一个。挤。打吃，虎一个，他接上，然后那成为打劫了，成为打劫，但是打劫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劫对，这个挤的时候如果粘呢，白棋有个袜也吃不掉，它是有一个袜的问题，所以就要吃了是个打劫，现在呢白棋有本身劫，他本身劫很多，他接上然后踢劫，黑棋一路一点先劫财，劫财挺多，对，但是白棋本身劫也挺多。对他团这个，如果拐他有个扳，然后提劫，冲一个吧。对，冲了一下。冲一个，团出再提劫。提劫。扳着要这个劫，就要吃他粘上。对。黑棋扳一个。对。然后白棋提劫。提劫，对。下成这样了，然后这一看。